机右上角关注，每天了解最新 TVB 资讯。本文编辑剧透社。今日 TVB 艺人屈永权于社交网上载了一张烧了饭的照片，之后又 PO 出一张与黄翠如的合照，并留言道：公司 Canteen 餐厅除了烧味好吃之外，原来遇到女生的卖相都很 OK 的哦。之后老友洪永成即刻回复屈永权留言，表示想不到你的品味都，而黄翠如亦随即回复接话，都好高质哈。据悉他们三人相识多年，感情十分好，而且向来都是合作无间的好拍档，难怪隔空传话都可以互相调侃得如此有火花了。1973年的屈永权现年45岁，很多朋友对他的印象深刻都是因为他经常主持 TVB 的各种节目，但其实他曾是前组合 BOX 的成员之一。据悉早年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系的屈永权投身社会后选择了做社工，后来在1999年屈永权与徐继宗、陈凤组成乐队星盒子，并前往台湾出道发表专辑，不过组合的发展未如人意，后来在2002年组合也宣布正式解散了。次年回复自由身的屈永权参加了第15届 Cash 流行曲创作大赛，并顺利夺得最后总亚军奖项。同年屈永权加盟到香港有线电视旗下，并担任娱乐新闻台的主播工作。2009年屈永权成为全港首个邀请到照片门后的张柏芝接受独家个人专访，屈永权亦因此知名度大增，备受外界关注。2012年屈永权约满香港有线电视，并宣布转投在 Now 旗下继续发展。在 Now 期间屈永权仍是主要负责主持节目的工作，直到2014年约满 Now 屈永权就获高层于永山邀请加盟在 TVB 旗下，并于次年1月份正式签约。在 TVB 至今，屈永权其实也是主要负责主持节目，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主持东张西望的，相信每晚有收看的观众都知道。除此之外屈永权还主持过的其他 TVB 节目及大型活动，